近日，赖冠霖现身机场，身穿一身运动装，戴着口罩，压低帽檐，身边围绕众多粉丝跟拍。行走过程中被跟拍粉丝撞到，赖冠霖回头看了一眼后继续前行，略显无奈。身旁的助理也提醒大家不要挤，粉丝纷纷表示希望大家多给他一些空间，希望大家理智追星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